轮到是第二棒的陈伟汉，第一个球出手右半边方式的飞球，右外手有机会拦截，再接外去，最后是由陈敏杰是一个 nice play 的把这个飞球呢给接上，形成了两出局。啊，最后塞进来，在二垒方向拦下来，转身传。哦，这一次的处理相当精彩，所以也留下了富邦队在二垒的残垒。目前的比分还是10-1暂时领先。打第一球，哇！结果这一颗又被接杀。打得算蛮强劲的，但是郭彦伟还是跳起来 ，nice play。风势跟雨势都没有这么强，造成的所以在接飞球其实是蛮大的困扰。是，马上就来了，左外一手过去之后，哦呦，结果这个球呢，詹子贤一路跑到了界外去，最后还是把了这个飞球给接杀进去。今天的外野飞球真的不好接。就这棒打出去，哇，又是彭振敏，好球，做了一个拦弧，把球拦下来之后呢，抛给补位的投手。所以呢，形成了两个出局数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看到佳佳的经验了。两跑一换，三垒有跑者，追个球有机会打穿吗？反手接球，行进间甩往一垒边速度，哇哦！这个动能已经往另外一边的情况下，他还能靠这么大的背力甩到一垒，哦，这背力真的很猛。田迪的球，哇，三垒手梁家荣抓到了这个弹跳 ，nice play， 哇，这个其实难度很高哎，哇，好像吸尘器一样哦。那他是会吸心大法的概念哦，因为他的弹跳点离他还蛮近，而且是突然间变得很高，哇，那手套一摆就把这个球给抓住。出棒打成了在二垒方向，平飞球被接到传游击，结果是一个 double play。哇，连手王威成这个球接得太精彩了。王威成的守备判断力真的是很快，这个球能够拦下来不简单。但对二垒上的跑者，其实王镇长他作为我们的第二里垒的距离来讲，稍微比较远。哇，游击方向有接到传上中，再传来得及继续。哇，这个还是有。哦，连续两天的都出现了 nice play， 真的是偶像啊！嗯，哇，这一颗滚地球，结果还是硬生生被郭彦伟给救了回来。对，这个游击手到底有多厉害？当然，另外要给予掌声的是这个郭彦文这边啊，他的一个转手非常非常的快速，而且也加了力道，稍微往一垒这边吹下去了。这个一二垒看起来手背都 OK， 是都没有问题。欢迎收看《转转体育台》，跑跑跑，曾志贤跑跑跑，骑摩托跑，陈昭，哇，一个滑梯非常的漂亮。以后不要放这种学长，他都不敢想。